星雨，神意似奇迹，那什么延续一线生机？最后的文明失去了重力，欲望吞噬谁的心？你说我渺小是注定，支配无能为力，强者定下规矩，弱者即将攻击。我偏不屈命，用低谷奔赴起，失去让他失去，方能开天有霹雳。划破了摆荡的心机。 联邦内部已经不再安全，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人保管破解程序。你疯了吗？黑洞弹一旦引爆，星球将会坍缩成黑洞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必须抓住！恭喜唐龙通过选拔，成为一名光荣的联邦战士。数据显示，他是目前最有可能改变未来的人。 击败了联邦内部反派的机器人军团，纠正一个巨大的错误：人类和机器人是永远的敌人。我宣布，从今往后，任何智慧型机器人的生产都属于违法行为。 恭喜唐龙通过选拔，成为一名光荣的联邦步兵。没听过这个兵种 快看，那家伙变选成步兵了，不可能吧？但不管怎么说，终于朝着当元帅的理想迈出了第一步。步兵都停招好久了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卡片没错吧？哎，前面那位兄弟，我们这是……什么情况？一二三，请问 B
步兵是在这里报道吗？是的，唐龙先生，这是重力调节手环，请你戴好。请登机吧，我们马上出发。终于当上兵了，这怎么冷冷清清的？哎，有人吗？飞船弹射。飞船已脱离大气层，很快我们会再见的。这是到了吗？空间跃迁准备，五、四、空间跃迁，二、一。这步兵今天太远了吧！空间跃迁结束。啊！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抵达目标点，23团步兵训练营。重力已设定。有人吗？哈喽，新兵唐龙前来报道。不会送错地方了吧？运输飞船准备返航。哎，别走，等等我。喂，哇，真家伙，怎么有人攻击我？这里被银鹰帝国入侵了，好像没那么好对付呀。临死炮，让你们一发入魂。你就是唐龙。什么？唐龙通过了考核？这不可能！我明明改过他的。他在哪个军营？抱歉，该分配信息为 SS 级军事机密，需要高等级别权限才可查询。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您吗？没有了，谢谢。不客气，再见。SS 级军事机密，黑洞弹的启动密码也才到 S 级吧？他爸，这件事没这么简单，听好了，以后要是有人问起唐龙去哪儿了，你就说去别的星球读书了，记住了吗？通讯接通，
查到程序模块的下落了吗？大人，模块被一个联邦小兵抢走了，是一个叫二三 TL 的万罗联邦男性公民。三天前，他在卡拉星球加入了联邦军队，但军营属于 SS 级机密，无法再深入查询。二三 TL， 一个小兵的权限，竟比国家机密还高，有意思。我会给你提供一切便利，把东西追回来。是，长官。他醒了。啊！什么东西？机器人？是他们袭击我的吗？唐龙。是的。表面看数据还行，但实际表现比我们的要求相差太远。我早说过，人类的身体永远无法达到那个层面的。你们是？我们是二十三团步兵训练营的教官。啊，长官好，列兵唐龙前来报道。这是我的军人卡。唐龙，二十分钟后你将乘坐飞船返回首都。是，长官。啥？回家？什么意思啊？教官，哎，教官。作为教官，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找到一个全宇宙最有潜力的士兵，而你还不够格。休息一会儿就回去吧。原来刚才那场袭击是新兵测试。看清楚了吗？你们人类都是废物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的能源快损耗完了，恐怕等不到那个人了。站住！你说谁是废物？还没训练，凭什么说我是废物？就凭你是人类？哼！别忘了，300年前，就是这副人类的躯体，把你们机器人丢进废品回收站的。什么？不服吗？敢不敢比比？这等等，让他说。这你要跟我们比？不自量力！你想比什么？拿你最擅长的出来，让你输得心甘情愿地离开这里。什么都行。没错。战争游戏，1v1。玩游戏？如果我输了，自己立马卷铺盖滚回家。要是我赢了的话，赢了你就可以留下接受训练。啊？成交。太有趣了。竟然是经典款 VR 造舱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我们机器人在数据分析和反应速度上都远远高于你们人类，看你怎么赢我。那我们就战场上见吧。欢迎进入战争游戏2.0。目前开放的战舰有如下几种：战争游戏居然开放了战舰区，请选择一艘 C 级母舰和两艘僚舰。因为你驾驶战舰的经验尚低，所以只能从低等级的战舰选起。好，就从你开始。匹配战舰与玩家数据。战舰却就是不一样啊。战斗好。你们准备好战斗了吗？还挺有将军范儿的嘛。你叫唐龙，今年18岁，对吧？系统小姐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
欢迎来到战争游戏 2.0 版，我是您的小助手玲玲，这是专门为你开放的战舰区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啊？哦，怪不得，原来你是游戏里的程序啊！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战舰的基础信息吧。这是联邦 L 型战舰，属于中型战舰，一共有6门主炮、200颗鱼雷、100架战机，飞行速度可达3倍光速。分别由雷达部、枪炮部、操舵部、通讯部、轮机部、后勤部等部门组成，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优秀的舰长来指挥才能操作。那不说的就是我吗？你可别得意哦，那5位教官可不好对付。得给这个狂妄自大的人类一点教训。舰长，教官电磁炮已锁定我方战舰。舰长，我方2艘辽舰被毁，战舰数量只剩下1/3。快，快开启防护罩。护盾开启。哼，我还没准备好，那些机器人就开火，他们耍赖。战争只在乎结果，不在乎过程。哦，不在乎过程。把所有能量转移到防护罩。能量已转移。开启自动驾驶，设定以敌方母舰为航向。航向已设定，所有飞行员跟着我，出发。是。唐龙，你这是要弃舰不顾吗？距离教官母舰15公里，10秒火箭术，准备战斗。唐龙派出了所有的战机，包括他自己。气帅宝驹。愚蠢！所有战机出发，狙击唐龙机队。报告舰长，教官的战机数量是我们的3倍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哼，有点闪钩了。1到5小队，拖住敌方火力，做好掩护。6小队，跟我走，拉到敌舰后方，攻击他们的引擎。希望送他们一个大礼。是。舰长，唐龙母舰还在靠近。要同归于尽，可笑！所有武器锁定唐龙母舰，攻击！1号战舰主炮发射，2号战舰主炮发射，3号战舰主炮发射。警报，防护罩能量消耗过快，立刻躲避。唐龙要输了。哼，果然进圈套了。唐龙，这护盾根本撑不到2舰相撞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记得那句